不得不说，我们有一些珍贵的回忆藏在一些地方啊。康康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包子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？我们有些珍贵的回忆在某个地方啊。你不会跟我说要打 low 吧？Bingo，答对了，口罩直接脱下来，开心喽，有了不得吧？不说，敢要跟你打喽，我不如直接去那个防疫旅馆，啊？我自己隔离自己阿比较杰快。可以？包子，不打喽。别不好啦，不好啦。不是啊，可是我那天打喽，你看得也开心啊。可是我，老实说，我根本没看。哈？这样讲有点对不起你，但老实说，我你一排进去，我就直接关掉了。